本仓这样子。啊、你是几点知道你的车有状况？因为警察局昨天晚上10点多打，可是我们已经休息了，哦，没知道。早上下来，早上6点多下来要开车才知道。哦，警察有通知哦。有通知。那他有请你移车吗？没有，不能动。不能动哦，他说不能动。对，他说跟大楼的人谈。哦。嗯。他这个楼瓷砖剥落是第一次发生吗？没有，不是第一次。之前。别照脸可以吗？没有，可以，对，我没有照你的脸。OK， 我也没有照你的车牌。嗯，就是之前发生是在哪一面？那一面，靠土地公那一面。对。那边很严重吗？那次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对。那后来它剥落之后有没有修复？哎、欸，那你要去看那边，因为我没有注意看。这个前挡破之外，还有没有哪里有损？那边。哦，那一边的。那个车门也有。哦，好、哦，那、啊、小心。OK。好。你小心哦。好。再怕它还会再掉。对，它还会再掉。好，再见。这个社区的瓷砖剥落是第一次发生吗？嗯，第二，我据我所知，应该是像上面有，前面也有一次是这样，但是它前面没有造成那个损失，就剥落而已。那、这次刚好掉下来，有砸到人行道，造成车辆损失。嘿，那目前我们社区怎么处理？社区我们第一个，我们昨天第一个晚上就先向警务派出所报案。好、嗯哦，请警察来勘查。第二个，我们跟保险公司开会看一下这个东西造成损失的这个赔偿问题、第三个就是我们联络那个建设公司做一次后面的修复左右、怎么改善这个部分？因为这个东西造成脱落，造成社区的损失，我们请他这个协助我们处理这个部分。哦、那损伤的车辆是我们社区住户还是外？是我们隔壁社区的，不是我们社区的车主、那有联络到车主吗？有联络的。那这个资料我们也先汇到那个保险公司去，因为有车损问题、所以跟保险公司汇报一下。所以没有人员受伤？没有，我们昨天有就监察过现场，没有人员受伤。那我们社区好像立刻做了一些警戒的措施。对，我们怕说他后面有脱落什么的，那下午我们会如果建设公司来勘查有什么样的问题，我们就把封锁线给撤掉，然后把现场清理掉，这样、好，谢谢。就没有拍你的脸哈。请教一下，昨天瓷砖剥落之前有没有发生什么天气的变化，还是什么？有，这就是说，因为一般的话，瓷砖那脱落就会怕那个天气这个热胀冷缩啊。热胀冷缩，如果你在前面前期施工没有弄好的话，就会造成那个现象。那昨天的情况是怎么样？昨天的话，突然天气突然变热，变烧29度、30度了。白天跟晚上温差很大。哦，
所以你们研判是这样。对对对对，那这个东西正确的话，应该由建设公司来判定。嗯，我们有联络建设公司来处理这个。那保险公司什么时候会来会勘？早上有来会勘，那下午他回会勘作业状况，会勘给我们。嗯，好，谢谢。